哎，老兄，哎，好久不见呢。对啊，啊，最近好吗？嗯，还好。还是心情又不太好？没有啊，就最近就，对啊。 怎么说嘞？啊，你最近有写什么新歌吗？有啦，有写啊，只是最近就没什么灵感。哦，对啊。 去打咖啡系，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帮我经过。哦，啊，我烧烤。啊，这样，隔壁开烧烤店啊，每天都很热闹，都金木零用的。来啦，叫几弟啊。哦，谢谢。谢谢啦。那手是怎么回事啊？就，但之前车祸。哦，那没事就好了。那过几天哦。 我介绍你一位好朋友，我以前状况很糟的时候，还好有他帮忙，我才有力气继续走下去。就擦伤而已，没事啊。哎呦，我是在跟你说内心里面的东西的，不是在讲这啦，你嘛帮帮忙哎，我知道你听得懂。 啊！